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杜，专业厨师专业菜。今天我用鹌鹑蛋给大家做一道金窝蛋。我们看一下做金窝蛋需要准备哪些材料：鹌鹑蛋400克，细的面条100克，玉米粉50克，面粉50克。第一步，我们先调糊，取个大点的空碗，将玉米粉、面粉倒入碗中，调入2克食盐，少许的胡椒粉，加入清水。清水的量要能让碗中的面粉调成糊状。调好以后，打入一个鸡蛋黄，将鸡蛋黄调匀。调匀以后，将备好的鹌鹑蛋倒入碗中，用筷子搅拌均匀备用。我们将备好的面条折成三段，折好放入盘中备用。下一步，炸制蛋窝。起锅，锅内倒入食用油，需要将油温烧至五成热。在烧制的过程中，我们将面条放入漏勺，摆成一个鸟窝状。摆好以后，将我们调的糊均匀的淋少许到鸟窝上面，其目的是粘住面条，在炸制的过程中不会分散。最后用筷子调整一下，让多余的糊流出。五成油温放入漏勺，下锅进行炸制，炸制大约一分钟即可捞出备用。将碗中备好的鹌鹑蛋用筷子夹起，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进行炸制，大约时间两分钟，炸至金黄即可捞出。下一步，我们来调一个麻辣汁。起锅，向锅内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放入少许的蒜米，下锅爆香。调入一克食盐，一克味精，一克花椒粉，一勺辣椒粉，翻炒均匀，加入一勺清水，最后用水淀粉勾芡。芡汁勾好以后，将炸好的鹌鹑蛋倒入锅内，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将炒好的金蛋均匀的放入鸟窝中，最后用筷子稍作调整即可。好了，一窝金蛋就做好了，色泽金黄，口感 Q 弹，吃进嘴里麻辣熏香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